台南人气烧烤店海岸路焦糖峰，太嘎后矮黑梅森。今天来到的是台南越夜越美丽的海岸路，这家烧烤店品项多种，应有尽有，最精髓的就是他们的特制烧烤料。先刷上一层烤肉酱，再撒上满满的秘密武器。而且啊，只要撒上这种烧烤料，再怎么平凡无奇的食材，都可以立马成为焦糖峰。他们家不论是平日还是假日，人潮都是满满的。当然，不止餐点吸引人，重点是还可以边吃边享受现场 live 的音乐。这也是焦糖峰老板非常用心的地方哦，让大家来这边吃烧烤，不止享受，更是放松。相信焦糖峰应该很多人都听过吧，但是都没有来吃过哦。今天就到焦糖峰，给他吃得过瘾，听歌听到爽吧，拜拜。